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两个三角形的哈 ，ABCD 跟那个 ADE， 没有下列哪一种相似性质？我们看 A 选项 ，SSS 这个有啦，好，这边比这边等，这边比这边等，这边比这边，那么这两个三角形就相似了，这个有，好，这不要选，他要选没有的。再我们看那个 B 选项 ，SS 这个也有啦，就这个比这个等于这个比这个，还有呢，这个角等于这个角。这两个三角形有一个角相等的话，那这两个三角形的话呢，就相似，这个也有。啊，再我们看看这个 C 的话，他说 SSA 这个没有，这个不一定呢相似。比如说啊，哈，就是说 SSS 的话，就是说这一边比这一边啊，哈，等于呢这个。这一边比这一边，好、哦、啊，有一个角相等，就这个角了哈、哦，等这个角，啊、哦，这个角等这个角，那这个比这个等于这个比这个，那这样不一定相似，为什么呢？比如说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哈、哦，这个，比如说这个，这个叫一 prime 好了，那这是个等腰，那这一边跟这边一样嘛。那现在的话，就这一边哈比这一边等于这一边比这一边，那这个角等于这个角，但是这两个三角形却没有相似，我就是 A 三角形啊哈 ，AD E prime 哈，跟什么呢？跟这个三角形 ABC 哈没有相似啊，虽然三角形 ABC。跟什么相似呢？跟三角形哈 ，A、D、E， 这两个是相似的。哦，你 A 画在这里就相似了，哦，这两个三角形相似，但是你画在这里就不相似。哦，这一边跟这边是一样的，那你用这一边代替这一边的话，这两个三角形就没有相似，所以它没有 SSA 的性质。好，那、啊、再来我们看 D， D 啊 ，D 的话，他说 A 性质。这个有了，就是说这两个角一样，这两个角一样，那这个角跟这个角也会一样。好，那两个三角形的话呢，三个角相等的话，对应相等的话，这两个三角形就会相似。这个有了，所以这题哈，答案应该要选 C， 哦 ，C 是没有的。